早晨啊，咁多位，同大家打声招呼先啦。我系 Wilbur， 我系哥林基督教会咧其中一个嘅牧者。咁啦，想揾大家咧，帮一帮我一个忙啊。我哋咧通常咧，每一个主日我哋嘅讲道咧都会录音嘅。咁今年咧，我哋嘅主日崇拜咧咁多人啊，坐满晒人啊，今日咁我哋都会录咗音，咁然之后咧我就会摆上网吓，摆上 kpost.ca， 咁以至到咧，其实世界各地好多唔同地方嘅朋友咧都有机会听到我哋嘅讲道嘅，即系包括喺香港啦、台湾啦，有啲系大陆啦、北美其他嘅城市啦，即系加州啊、纽约啊，甚至加拿大其他嘅城市咧，都有好多朋友会听我哋嘅讲道。咁今次咧，我哋嘅讲道咧就会喺圣诞日，我哋会摆上网25号，咁所以咧，不如咁啦，想揾你帮一帮我手，我数一二三咧，大家一齐用一个好震撼嘅声音同网上边今朝早嚟唔到嘅朋友讲声圣诞快乐，好唔好？嗱，我哋试一次啊，一二三咧就讲圣诞快乐啦 ，OK， 一、二、三，圣诞快乐！哇，你哋比我想象中强喎，我谂住仲要 rehearse 多两次，嗱，我哋头先一次 rehearsal 啫，今次你真嘅 ，OK， 准备啦，我一二三啦，吓。一、二、三，聖誕快樂！哇，你真係好勁啊！好，咁好有 feel 啦我。聖誕節有咩搞咧？大家嗱喺温哥華都係來來去都幾樣嘢噶啦嚇，即係數三樣嘢。通常第一樣，我想問一下喺在座當中有幾多人係會喺今個禮聖誕節？你係會食一餐聖誕餐嘅，拍拍手嚟聽下得唔得？哇，都好多嗱，繼續拍，食兩餐嘅繼續拍落去，食三餐聖誕大餐嘅約曬人噶啦，繼續拍。哇，我想問下有幾多咧？未到聖誕節，你已經食滯咗，拍拍手嚟聽下。哇，你哋好掂啊！嗱，加油啊！我知道你哋得噶。好，第一樣梗係食嘢啦，第二樣咧就係即係去買嘢啦。我想問有幾多人咧會喺呢個聖誕節，你會去上網又好，落行去摩又好，甚至我想問係有幾多人咧係會落美國 shopping 嘅？拍拍手嚟聽下。哇！嗱，大家一間出去相迎啦嚇，一間可以卡鋪啊約埋 ，OK。好，第二樣就係買嘢啦，第三咧。食嘢、買嘢同埋玩啊！有幾多人咧已經約曬 friend， 已經諗住去滑雪啊、去旅行啊、去唱 K 啊、開 party， 拍拍手嚟聽下得唔得？你哋真係好 happy 啊！真係祝福你哋啊！通常都係噶，聖誕三寶就係 eat、play、shop， 食嘢、買嘢、玩嘢嚇。呢個就係我哋嘅聖誕三寶。你中意叫佢做温哥華三寶都得噶喎，因為我哋呢個城市咧。一年365日咧，都咁適合我哋一齊去即係食嘢、買嘢、玩嘢嘅咁。咁我知道咧，今朝早咧就有唔少朋友咧都係從海外嚟嘅嚇，有啲咧就係從美國上嚟啦，有啲會從東岸飛過嚟啦，有啲咧更加係遠道從香港過嚟呢度探親，喺呢度過節嘅咁。咁所以咧，我就想趁今朝早呢個機會咧，我話我哋咁多人、咁多朋友喺海外嚟探我哋啦，我想俾個 orientation 大家，想同大家講一講咧，喺温哥華呢笪地方咧，本地有啲好獨特嘅文化咧，想介紹俾你認識。咁我都係講翻嗰三樣嘢㗎啦 ，eat、play、shop、OK。咁啊，不如由玩開始講啦嚇。咁啊，你都知㗎啦，呢度北美，咁你嚟到咧。如果你要去邊度玩咧，即係你都要揸車㗎，係咪？咁啊，無論係街頭行到街尾啦，只係一條街嘅距離咧，你都會開車嘅咁。咁我想同大家咧介紹少少本地一啲好獨特嘅駕駛文化。嗱，我講明係駕駛文化，就唔係交通規則 ，OK？ 不過咧，呢啲駕駛文化咧係真係好特別嘅。咁我想講少少呢啲駕駛文化俾你聽。第一個駕駛文化咧，就係咧呢個城市嘅人咧係中意喺直路嗰度慢駛嘅，就唔係小心駕駛嗰種慢駛，係花車巡遊咁樣嘅慢駛，即係咁樣，係真係咁嘅喎嚇。點解壓下壓下咧？因為佢每隔10米度咧，佢就要踩一踩 brake 㗎啦，唔知點解。咁我即係你又會問嘅，咁係咪因為前面塞車咧嚇？定還是有人過緊馬路咧？定係還是嚇即係紅燈啊？定係乜嘢咧？咁其實就唔係嘅，其實係乜嘢車都冇，淨係得呢一架新到立令嘅保時捷
在個直路上邊慢駛。咁你一路跟住佢喺後邊嘅時候咧，你真係會好猛，特別係如果你趕時間嘅時候咧，哇！你真係猛到爆。咁但係咧，我呢啲好有同理心嘅人咧，我成日都會即係代嗰架保時捷難過。即係如果佢作為一架波子要行得咁慢，恐怕都要放低好多嘅尊嚴。咁我成日都問你點解要揸得咁慢嘅咧？咁通常呢啲兒團咧，好快就會即係解答到啦。就係每次去到前面個交通燈將近要轉紅燈嘅時候咧，佢就會突然間踩油，然之後一支箭咁飆咗去。你停喺個紅燈嗰度咧，你終於都明白，原來人哋係想展示俾你睇下渦輪引擎嘅動力係有幾咁澎湃。邊個叫你架車冇渦輪？你冇渦輪，你咪要跟住人哋後邊慢駛咯。你中意，你有本事自己買翻架。所以每次去到呢啲燈位停低喺度嘅時候，我都會諗起鄭融。明明綠燈，轉眼變成紅燈。抬頭前望去，架波子如此吸引。咁呢個就係我哋直路慢駛嘅文化，你要習慣一下 ，OK？ 第二個文化咧，亦都係好特別嘅喎。喺呢個城市嘅人咧，係中意打左燈嘅時候轉右嘅。拍拍手嚟嚇，哇！好多人都遇過呢個樣嘢係咪咧？唔知點解嘅喎。我有一次，我跟住前面架車，佢打左燈，然之後轉右，咁啱咧，我又要轉右，咁我就跟住佢啦。咁咧，於是乎就行咗大概一個街口度，跟住咧，今次咧佢打右燈喎，咁我打右燈，我醒目啦，我踩定 break， 因為我知道佢打右燈咧，即係想轉左，你都會咁估噶嘛，係咪？你咁估就撞板啊，因為人哋今次打右燈係真係諗住直去噶，係咪好奇怪咧？我都唔明點解嘅喎，打左燈轉右，打右燈就直去。嗱，咁我知啊，在座當中咧係有啲好理性嘅朋友，你一定會問嘅。如果打左燈就即係轉右，打右燈就即係直去。咁請問轉左係要點做嘅咧？啊，好問題啊！嚇、啊，即係哇，你哋真係好醒喎 ，get 唔到你添今次。轉左應該點樣做呢？咁即係如果你住得喺呢個城市住得，你就知㗎啦嚇。轉左係乜都唔使做，你就咁 cut 入去就得㗎啦嚇。私家車可以 cut 一條，巴士可以 cut 兩條，泥頭車我見過 cut 三條都得嘅。咁所以好犀利嚇。咁咧呢啲咧係一啲本地嘅駕駛文化，頭先講得好清楚啦，就唔係交通規則嗱。咁所以咧，你知道就好啦嚇。你唔好跟住學啊！我唔想一陣你俾人哋警察周咗咧，問你做咩打左燈轉右，跟住你同我警察講牧師教，咁我真係死得啦 ！OK， 嗱，我想俾個守則你，呢、這個守則好簡單嘅啫，叫402守則嚇，即係三個字就已經講曬噶啦。咁其實所有基督徒，唔好話基督徒啦，係人都應該咁揸車啦。OK， 喺呢個城市裏邊嚇，以弗所書四章第二節，有冇人記得啊？謙卑、温柔、忍耐 ，OK？ 人哋打左燈轉右嘅時候，你要點做啊？謙卑，咁你唔識啊嘛。人哋唔打燈就 cut 入嚟，你要點啊？温柔，邊個叫你唔跟貼啲前面架車？人哋喺直路度慢駛，你要點啊？忍耐。咁如果個個都係咁揸車咧，這個城市就會祥和好多噶啦 ，OK？ 好，咁講完我哋呢一個駕駛文化，講完我哋呢個玩嘅文化之後咧，不如同大家講下食咯。我哋最中意講食，我最一講食我就好開心。嗱，温哥華咧有個稱譽咧，我哋係一個美食之都，即係咧你嚟到呢個城市，乜嘢各國嘅食物你都可以揾到嚇，各世界各地嘅廚師都喺呢個城市度雲集。咁呢個就係我哋嘅特色啦。咁之但係咧，呢個城市咧有一個特色中的特色咧，係真係就只有喺温哥華呢度先揾到嘅啫。咁所以如果你係第一次嚟温哥華嘅咧，你一定要開下眼界。咁話說咧，當年咧，其實我哋都係咁嘅。我哋一家人咧就由美國帶住太太帶住啲細路咧，就由美國移民嚟
温哥華，咁我哋咧就定居咗喺列治文嗰個城市。咁你知啦，列治文好開心噶，即係你一行出街咧，乜嘢都有得食。咁我哋就即係最興奮就係呢樣嘢啦。咁我哋咧話説有一次，咁我哋就去到一個好大嘅商場嗰度，咁咧就哇圍住我哋周圍都係即係啲 food court， 即係喺 food court 裏邊啦，圍住都係各國嘅食品咁。咁我哋就行入去個 food court 裏邊啦，咁啊，即係哇，即係目不暇給。第一檔見到咧就係賣 pizza， 咁我女咧好中意食 pizza， 咁就已經指住咧爹哋，我想買 pizza， 想食 pizza 咁樣樣。咁我見到家庭式嘅經營，印度人嘅家庭。咁我就你嗱，我首先講明先，我唔係種族歧視 ，OK？ 我只不過係一個好穩陣嘅人。咁我見到印度人嘅家庭喺度整緊意大利薄餅。咁都係唔好住啦，嚇睇定先，睇睇隔離嗰間賣乜嘢咁。咁於是乎行過兩間，咁就見到咧係，喂呢間咧真係唔使見啦，聞都聞到係真係好香嘅。咁誒就係咩咧？係Korean BBQ 啊，韓國燒烤。哇！咁我行埋去睇下係點樣食法㗎啦咁。行到埋去，咁個店員咧就已經好精神咁同我打招呼啦，翻嚟食man咁。咁我你知啦，我唔識韓文㗎嘛，咁我即係。佢同我講韓文，咁我咪即係 pardon me 佢啦。咁於是乎佢又好即係好有禮貌，又笑笑口咁再同我講多次，翻嚟識 man 咁。咁咁我就搖一搖我太太嘅隻手臂啦。咁佢就望一望我，做咩啫？人哋問你食飯定食面啊？你唔識聽國語嘅咩？哦，乜佢講緊國語啊？咁梗係啦，中國人唔通講法文咩？哇！你知道我真係好穩陣嘅，咁山東人喺度煮韓國燒烤，都係睇定啲先嚇，睇睇下隔離嗰間咁。咁於是乎又行過兩間，咁就見到，咦？有兩個墨西哥人喎喺度搞咩咧？你睇一睇個招牌先 ，Taco Sushi， 墨西哥人整緊 Yaki Soba Udon， 哎。都係唔好啦，誒算啦，唔好喺 food court 食啦，不如我哋出邊，即係睇下有冇啲餐館可以坐低嚇安樂食餐啦咁。咁於是乎就行咗出邊咁啊，喺個 mall 度行，咁就行到咧有一間都幾豪華嘅上海菜館，咁啊酒店式嘅氣派。咁你知啦，而家啲比較 high 少少嘅上海鋪咧，通常就會有一塊好大嘅玻璃喺度噶嘛。咁然之後玻璃嘅後邊咧，啲師傅咧就喺度整緊，即係包緊上海餃子咁。哇！我見到啲上海餃子，我已經即係口水都流埋，好肚餓啦咁。咁但係咧，我再望一望啲師傅，一排四個，一字排開，兩男兩女，都係菲律賓人。我真係由個醒仔出嚟咧，我真係第一次嚟到呢個大城市，我真係覺得嘆為觀止。不過後來咧，我諗通咗一樣嘢啊，即係如果西人可以學詠春，點解菲律賓人唔可以包上海餃子咧？咁我所以諗通咗。咁不過嗰日咧，結果咧，我哋都係冇食到上海嘅小籠包。咁咧，我哋咧就結果咧就去咗個mall度咧揾到一間。白色點中間有隻雞嗰間嘅西餐廳，嗰度食嘢，因為我覺得咧呢間應該係最穩陣嚇，咁所以咧我哋入去就坐低，咁於是乎咧，太太就啲細路咧叫咗個 Teriyaki Chicken Burrito， 咁我個太太就叫咗個 Thai Chicken Wrap， 咁啲食物嚟到嘅時候，我望住啲食物。外邊個 food court 咁多亞洲美食，點解我要俾多咁多錢入嚟食翻同一樣嘅嘢咧？咁不過我心裏邊都安慰緊自己㗎，呢個 Teriyaki Chicken Burrito 咧嚇，一定係一個日本人去過墨西哥留學，然之後而家嚟咗呢度包嘅。嗰、那個 Thai Chicken Wrap 咧，一定係一個泰國廚師嫁咗俾幾個希臘人，而家移民咗嚟溫哥華喺個廚度包咗呢個 Thai Chicken Wrap 俾我。咁所以咧，我就發覺咧，呢個城市嘅特色咧，就係好多各國嘅美食混雜。不過特色中嘅特色咧，就係各地嘅廚師交換煮大家嘅名菜。啊，印度人就整意大利薄餅，山東人就煮韓國燒烤，墨西哥人就切日本魚生，菲律賓人就包上海餃子。咁當然啦，我而家嚟咗咁多年咧，我就知啦，我就識嘢啦。其實咁樣先好食啊，因為呢個城市咧，我哋嘅 fusion 咧
係做得好徹底嘅。人哋啲 fusion 喺啲食物度，我哋嘅 fusion 喺個廚師度。食物就係 fusion，fusion 就係我啊，幾犀利！呢啲真係好犀利。咁所以咧，如果今個聖誕節你有朋友由外地嚟探你嘅話咧，你就唔好淨係帶人去 Stanley Park 啦，真係好鬼凍啊！你帶下佢去本地嘅 food court， 同啲廚師影下相 ，order 下各國唔同嘅美食，咁就係一個很好好嘅旅遊點噶啦。OK， 嗱，好介紹你啊呢個嚇。好，咁咧就講完玩啦，講完食啦，咁不如咧就同大家講下買嘢嘅文化啦喎 ，shopping。咁温哥華嚟講咧，通常一個好啲好好嘅購物點咧，即係譬如話 Robson Street 啦，譬如Metro Town 啦，譬如 Granville Island 啦，其實我哋真係好多好可以買嘢嘅地方嘅。咁咧想同大家介紹一下咧一啲嘅 shopping 嘅文化。嗱，你行入本地嘅 mall 裏邊咧，一般嚟講咧，你都會揾到三類人。第一類咧，我就叫做高度市民人，即係咧呢類人咧行入個 model 咧，即係佢係即係爭住嘅，然之後咧佢係分秒必爭嘅，因為佢好有使命啊！佢嘅使命咧就係要掃曬全個 mall 裏邊最抵嘅貨。咁你會問啦，即係如果個 mall 咁大，有咁多貨都好抵嘅話，咁會點咧？咁嗱，你唔係呢類人咧，你就唔明啦。呢類人係唔會咁樣問嘅，掃得幾多得幾多嘛，係咪？嗱，比方講，如果 shopper今日啲牙膏賣三折，咁你就行入去 shopper， 你就唔好理啦。揾到啲牙膏，咁你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廿支，一二三四五六七，卅支。哎，唔好鬼數啦，成桶倒啦。咁跟住咧，就推住架車仔，推住架車仔去到個收銀員姐姐嗰度。咁收銀員姐姐咧，仲諗住逐支牙膏同你嘟嘟咁。咁你同姐姐講啦，姐姐唔使數啦。六十七支，嗱你同我入夠七十支佢，嗰三支我回饋 shopper 嘅，哇幾好咧！我就望住呢啲人有陣時覺得，呀你一家三口一日刷五次牙，你刷多三年你都刷唔曬咁多牙膏㗎，莫非而家啲牙膏有營養價值嘅，即係食得嘅，即係咧你喺廚房擺支離感記，隔離擺支高露潔。哎呀，支蒸魚豉油用曬，唔記得買添，唔緊要，落住高露潔先一樣啫。嗱，咁呢啲咧就係高度市民型嘅，即係佢哋就立曬全個摩裏邊最抵嘅貨。咁另外一類咧就啱啱相反，呢類咧就叫做流離浪蕩型。咁啊，呢類人咧就冇乜市民嘅。佢唯一嘅使命咧，就係車啲好有使命嘅人去個摩度實踐佢哋嘅使命。車完之後咧，佢哋嘅使命就完嘅啦嚇。咁嗰啲好有使命嘅人就自己去發揮嘅啦。咁啊，通常喺邊度揾到呢啲人咧？啊，你即係喺摩裏邊咧，中間嗰排凳咧，即係嗰啲 sofa 嗰度咧，咁你就會見到呢啲人嘅啦。咁啊，唔使講都知啦，多數都係男人嚟嘅。咁啊，你見到佢哋咧就係咁噶啦，真係。即係佢車完人，佢已經冇曬電嘅啦，佢已經喺度要 recharging 間車翻人翻屋企，因為咁另外有啲就咁啦。咁仲有啲你見到佢咧，即係結曬蜘蛛網啊，仲未有人嚟認領啊，即係嗰啲真係好慘。咁咁咧就係、是、不過就唔係全部都係咁嘅嚇，即係有啲比較進取啲嘅，即係通常即係雖則我哋叫佢做流離浪蕩型，咁但係咧就唔係全部都咁差嘅嚇。我唔知道你有冇聽過有一句嘅俗語叫女人去咗 shop， 男人就要上 con。嗱，咁呢句俗語點解係咩意思咧？咁係咪因為啲即係女人去曬買嘢，買到窮啊，買到破產啊，於是乎男人咧就要上 court， 即係告到上法庭咧咁？咁就唔係咁解嘅。女人去咗 shop， 男人要上 court， 上咩 court 啊？上去樓上 food court， 真係嘅喎。嗱，你去 Metro Town， 我有一次我去 Metro Town 朝頭早，你見到咧樓上嗰個 food court 咧。係真係全部都係男人嚟嘅，即係有啲咧喺度睇報紙啦，有啲喺度打機啦，有啲三五成群一齊喺度 hea。咁所以咧嚇，弟兄啊，如果第時有人捉你上 court 嘅話咧，你就唔好推遲啦嚇，彼此支持一下，大家要支持一下大家。你中意喺上面一齊查經都得㗎，我支持你。OK， 好。咁第二類咧就叫做流離浪蕩型。
咁第三類咧係咩咧？就係、是、呢個蠢蠢欲動型啊！蠢蠢欲動型咧，大部分温哥華嘅居民咧都屬於呢一類噶啦。就係點咧？就係咧，佢行入個model，其實佢唔係好知道自己買咩，其實唔係好知道要買咩俾邊個。你問佢有咩需要，其實係冇噶。你問佢家人有啲咩需要，其實都係冇噶。咁其實基本上就係即係生活咧係豐衣足食，要乜有乜咁。咁你入嚟做咩嘅咧？唔知噶咁。咁啊，咁於是乎。佢就繼續喺度行啦，咁咁你即係，但係總之咧，一路行咧，唔知點解咧，心裏邊硬係有一種感覺，係覺得自己總係 miss out 咗一啲嘢，硬係想係需要一啲嘢，覺得自己總係要買一啲嘢，但係就係唔知買啲乜嘢。咁如果你問佢，其實你想買咩咧？咁咁佢話，佢就會答你，咁見到咪知咯。咁而家未知住啊，不過如果嗰樣嘢一出現，我就知道係要買佢噶啦咁。咁啊，大部分温哥華嘅居民都係屬於呢一類啦，即係其實對佢哋嚟講咧，買嘢同揀老婆係差唔多嘅，即係你未見到嗰個咧，你係唔知道你中意啲咩嘅。但係如果你一見到佢，你就知道啦，咪就係中意佢咯。咁但係咧，你又唔好問點解喎，因為佢原因都係嗰一個嘅啫，咁中意咯。咁呢一啲咧就係蠢蠢欲動型啦。咁所以咧，你行入温哥華嘅 shopping mall 裏邊咧，都係見到呢三類人噶啦。一般嚟講係有啲高度市民啊爭住去嘅，有啲咧就即係流離浪蕩嘅，即係你見到好似喪屍咁喺個 mall 度行嘅。咁另外有啲咧就係蠢蠢欲動啊，即係銀包有啲錢，硬係好想使錢咁樣樣咁。咁咧呢三類人之餘咧，仲想介紹多你識一個朋友。呢、這個朋友咧係好重要嘅，對於聖誕節好有意義嘅。通常你喺邊度揾到佢咧？就係、是、你行去摩最中間、最中心嗰個位置，咁咧就最旺嗰個地方，咁你就會見到佢咧，啊悠然自得咁樣坐喺度。咁啊，係邊個啊？咁唔係 secure， 唔係彩票局。嗱，即係咁。通常咧，你去到個摩嗰度，去到最中間嗰個位置咧，你咪會見到一啲好假嘅雪啦，見到間好假嘅屋啦，然之後有個好假嘅火爐啦，有個好假嘅雪橇啦，上面裝住啲好假嘅玩具啦，咁然之後好多人喺度排緊隊，爭住同一個好假嘅人影相喎，咁咪就係聖誕老人咯。嗱，咁不過咧，無可否認呢兩年咧，聖誕老人就個生意係差咗啲嘅。嗱，點解咧？因為呢兩年負面新聞多了很多，係咪啊？聖誕老人啦，2008年咧，挪威政府咧就告聖誕老人虐畜；2010年咧，冰島政府咧就告聖誕老人嗰間玩具廠嘅碳排放過量。到今年年初嘅時候咧，這個比較近少少啦，加拿大工人權益會咧就告聖誕老人咧非法聘用外勞。就話佢咧招聘外勞嘅時候咧寫明要識講 Elf 話。嗱，我咧就覺得人哋通常就歧視一個種族，聖誕老人啊巴閉咯，歧視全人類。咁所以咧，而家官司都有排打啦，係咪？咁啊，直到最近，咁啊呢個最近啦，就係香港有立法會議員咧就懷疑聖誕老人僭建，就話咧即係點解佢北極嘅大宅咧可以裝到咁多玩具嚇，就叫佢出嚟澄清一下。咁聖誕老人唔知喎，買翻嚟就係咁噶啦，咁但係呢啲嘢咧係呃唔到記者噶，即係而家啲記者係好醒嘅。於是乎記者就抄翻個啦，1994年拍嗰部聖誕老人電影，比較翻1985年佢拍嗰部聖誕老人電影，咁就好明顯見到咧，1994年聖誕老人嗰部電影裏邊佢嘅大宅咧係大過1985年拍戲嗰陣時嗰間屋嘅。咁所以咧，今次咧，聖誕老人咧真係水勢都唔清。咁啊，咁啊，於是乎即係各即係世界各地唔同人都喺度排緊隊，喺度爭相喺度告緊佢噶啦。即係勞工部又告緊佢，環境廳又告緊佢，即係好多人即係佢好唔掂啦嚇。即係官司咧都唔知打咗幾多億咁。咁所以咧，近日咧有報道指咧就話咧，聖誕老人咧就同啲大財團咧就官商勾結。就話咧，佢利用聖誕節啦，即係大財團買通咗聖誕老人咧，就利用聖誕節，刺激人嘅消費意欲，就叫我哋咧使埋啲無謂嘅錢，咁然之後啲大財團咧就可以從中取利，咁聖誕老人咧又可以收翻一筆回傭咁話。咁啊，有時呢啲負面新聞咧聽得多啦，其實即係我哋都覺得
都好可憐啊！你一個老人家係咪出嚟服務社會咁？咁不如放佢一馬啦嚇！即係話曬都係一個百年老字號，係咪要搞到彈劾聖誕老人大家先開心咧？咁所以咧我就話啦，即係不如我哋唔好咁啦嚇，唔好將我哋嘅怨氣推曬落聖誕老人度啊！我哋趁呢啲嘅機會咧，反省下人性啦。咁所以咧，跟住落嚟以下有一段時間咧，我就想同大家咧探討一啲比較深層少少嘅問題。嗱，咁不過你又唔使驚住啊，深層咧就唔代表一定悶嘅啊，深層都可以深層得好開心嘅。咁我哋試下咯。嗱，你有冇發覺咧？人生出嚟咧，就係一種好難被滿足嘅慾望。即每個人出世嘅時候咧，與生俱來嘅，好似有個測動喺呢度，你有冇留意嘅？嚇，即不斷吸嘢落去，不斷吸都仲有位喎，好奇怪嘅，即係人對於消費、對物質、對享受、對情感有一份無止境嘅追求。你試諗下，你上次覺得夠係幾時啊？錢揾夠啦，股票其實我都冇炒好耐噶啦，女仔就嚇識咗好多啦，車咁我 Corolla 都幾好啊 ，iPad 有啦，唔使 upgrade 啦。有冇人覺得自己夠嘅咧？我講翻我自己啦。2010年嘅時候咧，我出咗架 iPhone。咁初出 iPhone 嘅時候咧，哇！真係覺得幾夠啊，即係覺得好型啦，係咪先？咁啊，只不過而家已經過咗幾年啦，我袋住個 iPhone， 有時我真係好想咧，一下唔覺意攞佢出嚟嘅時候跌咗落地下，最好隔離仲咁啱有個人一下唔覺意踩埋落去，咁就皆大歡喜啦。你話我黑心都咁話啦，點解？我望住部電話。我都唔知道覺得幾悶啊，都冇溝通嘅。而家人哋啲電話可以溝通噶嘛，咁有交流先有感情噶嘛。係，我初買呢部電話嘅時候，我真係覺得好酷啊。不過過多兩個月之後，我就覺得都夠嘅。再過多兩個月，我就覺得人哋手裏邊揸住個銀河幾偉大。我手裏邊拎住個蘋果，幾冇志氣。我就發現一樣嘢啊，現代人嘅問題唔係一個夠唔夠嘅問題，係一個可以夠到幾耐嘅問題。夠原來係一個有時間性嘅觀念嚟嘅，即係咧，如果你擁有一部 iPhone 而你覺得夠嘅咧，頂籠可以維持3個月。如果你擁有一部汽車而覺得夠的，你最多可以維持到9個月。如果你擁有一座柏文而覺得夠的，你最多維持到2年。如果你擁有一段婚姻而覺得夠的，唔好講啦，分分鐘短過座柏文。咩叫夠呢？夠從來都冇持久性。夠是一個有時間規限的觀念嚟嘅。呢個社會不斷話俾我哋聽，唔夠先至係最好，因為唔夠會刺激經濟，唔夠會製造就業，唔夠會令樓市暢旺，唔夠會令股市向好，係唔夠令到呢個世界欣欣向榮。哇，幾深層啊！我話俾你聽，如果呢、这個月嚇嚟緊，我呢個月我放假。如果我寫到篇論文出嚟，我話俾你知，諾貝爾獎都有得攞，首位雙料諾貝爾獎華人得主，經濟學獎、和平獎我都可以攞埋，幾犀利！聖誕節又講翻食咁先算啦嚇。調查話俾我哋聽，喺北美平均每一個人食一餐嘅聖誕大餐咧，係7000卡路里。是超過人體日常需要的3倍，咁即係話咩咧？一餐是可以當3餐噶咯喎，即係咧你2010年食過一餐聖誕大餐咧，其實你可以足夠維持到今年噶啦。如果你2011年再食多餐咧，你係可以去到2016年先再食噶啦。
咁所以頭先啊，拍手聖誕節會食幾餐嗰啲，你去到2046年，你都唔使再食噶啦，你飽到突噶啦。只不過我話俾你聽，2012年你仍然會挑戰自己人體卡路里嘅極限，係咪？唔係因為你唔飽，係因為你唔夠啊嘛。又講下買嘢，每年聖誕節我哋都會買嘢俾自己，我哋會收到好多禮物，係咪？我想問一下在座當中有幾多個人，你係收過一份聖誕禮物係你覺得夠嘅啊？有幾多人你覺得好夠噶啦？我收過一份聖誕禮物，唔該拍拍手嚟聽一下啊！你拍手咧，我認住你。誒，嗰邊有啲朋友啦，大家認住，係佢哋夠啦，以後都唔使買禮物俾佢哋噶啦。OK， 其他嗰啲即係咁講嚇。假如舊年有你嘅老公買咗隻40萬嘅鑽戒俾你 ，OK， 做聖誕禮物，40萬嘅鑽戒買俾你做聖誕禮物，好夠啦，係咪先？嚇，唔使再買噶啦嚇！你舊年明明係咁講噶，你估下今年聖誕你會點啊？咪就係估下咯，老公啊，你估下咧，我今年聖誕會唔會收到一隻60萬嘅鑽戒啊？嗱，加埋舊年嗰只咧，啱啱好100萬。我哋係咁噶，我就發現咧，原來係唔夠主導住我哋每年嘅聖誕，即係市面嗰啲好閃嘅燈飾啦，嗰啲包到好靚嘅貨物啦，嗰啲放到有咁大得咁大嘅廣告啦，通通都話緊俾我哋聽，唔夠先至係最好。點解咁畸形嘅？你有冇聽過咧？而家啲聖誕歌都係咁唱嘅喎。Oh, come all ye needful,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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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齊來一齊來，大家上網買嘢。點解聖誕節要普世歡騰呢？原來就係當世人都覺得自己唔夠嘅時候，我哋就越歡度聖誕。到底呢一個係一個乜嘢嘅世界嚟嘅？我哋係唔係傻咗？到底個問題出喺邊度咧？我有個理論嘅，個理論就係咧，其實人體嘅構造係咁，即係我哋嘅基因基本上係 wired for desire， wired to want。嗱，呢個咧我可以留翻下一篇論文，要嚟做諾貝爾化學獎。咁所以個問題咧，根本就唔在於想要更多。個問題係點樣先能夠滿足到呢一份無止境嘅渴求？我哋試過好多唔同嘅方法㗎啦，係咪啊？我哋試過物質啦、upgrade 啦、囤積貨物啦、擁有更多嘅物質啦。當物質都唔夠嘅時候，我哋會揾感情搭救啊。咁所以咧，我哋成日都要換畫嘅。咁啊，當然唔係個個都喜歡換畫的，那有些不喜歡換畫的就有第三者咯。如果你第三者都不喜歡換那些，就有第四者咯。那所以可以同一時間有很多個的。感情都滿足不到我們的時候，我們甚至會找隱僻搭救了，各色其色，你喜歡找什麼隱僻都可以。但是呢，我們很快就會發覺，即使將這一切加起物質、金錢、情感、隱僻啦，加加埋埋嘅時候，你仍然係會覺得唔夠嘅喎，你仍然唔會得到一份持久嘅滿足嘅喎。點解？因為人心嘅最深處所渴求緊嗰啲嘢咧，係唔能夠喺呢個世界裏邊得到嘅。我講緊呢啲嘅持久嘅滿足係咩咧？講緊去愛與被愛啦，去接納與被接納啦，去原諒又被寬恕啦，去關懷又被體諒啦，去明白又被明白啦，去欣賞又被看重啦，去施捨又被憐憫啦。呢啲先至係真正能夠滿足到我哋嗰個黑洞嘅嘢。而最重要，我覺得就係呢一樣，
去抱緊，與被緊抱。We are created to want, but we are also created to be wanted. 我哋想要，但我哋更加想俾人要。我唔係淨係講緊肉體 ，OK？ 我係講緊全個人，我哋嘅靈魂啦，我哋嘅情感啦，我哋嘅身體啦，我哋嘅關係啦。我好想有人好想要我，唔好計較我係點樣樣。有人中意我，有人揀選我，有人珍惜我，有人要我，唔係淨係因為我好好，我好有錢，我好有才華，我好靚。有人要我，只係因為佢愛我。The rest I can buy， 其余嘅嘢我可以喺呢个世界度买到咯。如果你问我乜嘢嘢能够俾到我一份持久嘅满足嘅话，我就会话系有人揽住我，话俾我知 ，It's okay， 你嚟啊，我要你，真心话嚟嘅呢句。乜嘢系圣诞呢？聖誕就係提醒我哋，原來人心靈裏面有一份咁深嘅渴求。每年聖誕節其實都係提醒緊我哋同一個信息嘅啫。呢啲嘅渴求係唔會俾嗰啲嘅燈飾、嗰啲嘅貨物、嗰啲嘅減價、嗰啲嘅 gadget 滿足到嘅。如果唔係，你唔使每年都要買一次啦，每年都要 show 一次啦。聖誕節提醒我哋，人嘅心裏面有一份嘅渴求仍然等緊要被滿足。乜嘢係聖誕呢？聖誕就係一個嬰孩2000年前降生嚟到呢個世界，去滿足人呢一份已經等咗好多年嘅渴求。呢個嬰孩叫做耶穌，呢個嬰孩就係神自己。神冇派到好多禮物俾我哋，神將佢自己俾咗我哋。他親自降生來到這個世界，告訴我們知 I want you just as you are. That's why 我最喜歡的聖誕故事，也都是在整本聖經裡面我最喜歡的故事，是以下這個。從前有一個富翁，他有兩個兒子。個小兒子有一天跟爸爸說，爸爸，外面的世界咁大，咁多好嘢，我想出去闯下。不如你分份身家俾我，等我可以出去睇下嘢。阿爸知道留唔住呢个仔，于是唯有将佢成副身家嘅1/3分咗出嚟俾佢。于是呢个仔攞住一大沓钱，好开心、好雀跃咁离开屋企。佢有咁远走咁远，由西岸一路飞到去东岸，去到一个最繁华嘅都市。在那裡他見到很多新奇的事物，他認識了很多古靈精怪的人。他有錢，什麼 gadget 都可以買到，什麼好東西他都可以吃到，什麼玩意他都可以試一下。只不過就是試得越多就越覺得不滿足，出來玩得越多就覺得越迷失。終於有一天，帶來的錢已經用得7788，咁啱又要遇著當地有股災，經濟泡沫爆破，樓市萎縮，各行各業都裁緊員。想出去揾份寫字樓工又唔夠啲大學生爭，想出去做下苦力又唔敵唔過本地嘅外勞。End up 喺個公園度靠執汽水罐維生。每次佢經過一個垃圾桶，打開個蓋抄抄，裏面乜都冇。走到下一個垃圾桶，打開個蓋抄抄，裏面乜嘢都冇。這個成為了一個很熟悉的動作，就是走埋去抄抄冇嘢，走過去抄抄冇嘢。正所謂經濟唔好，連條街都乾淨啲嘅，係咪？有一個朝頭早，佢拖住疲倦的身體，又試走那條很熟悉的路，打開那個垃圾桶在那裡抄的時候，咦，好像有個玻璃樽，撿起來的時候一下不覺意被塊玻璃隔一隔隻手，痛一痛，才忽然醒一醒。
佢望翻自己啱啱行過呢一條嘅小路，打開過嗰啲嘅垃圾桶，抄過嗰啲嘅垃圾，通通乜嘢都冇。彷彿呢條路就成為咗佢過去呢幾年生活上邊一個嘅寫照，一個一個嘅垃圾桶打開，不斷話緊俾佢知 ：There is nothing here。There is nothing here for you。And then 佢先忽然間諗翻起，有兩隻字佢一路逃避住唔諗，屋企。屋企乜嘢都有，爸爸乜嘢都有，點解我要喺度執垃圾咧？點解我唔翻屋企咧？係，我知我唔配做仔，但係如果爸爸肯請翻我做個工人咧？做個印佣，做個菲佣喺屋企都好過而家咁樣樣喺度執垃圾啊！於是佢下定決心，執埋佢僅有嘅包袱就翻屋企。經過好多重嘅轉折之後，終於有一日佢嚟到個山腳。離開屋企仲有一段路，但爸爸老遠就已經見到佢。爸爸就由個山頂嗰度一路跑跑跑跑跑跑跑到落去山腳，仔啊，係咪你啊？仔，係咪你？真係你！爸爸於是乎跑過去攬住個仔，都唔計較佢成身爛臭，就摸住佢個頭抱實佢。個仔想推開爸爸，同爸爸講：爸爸，你唔好叫我做你個仔啦！都未講完啫。爸爸就已經捉住佢隻手，然之後吩咐啲工人同啲工人講：快啲攞翻二少件袍俾二少著，仲有入去佢間房度攞翻嗰隻戒指出嚟同二少戴翻。哎，同佢換翻對鞋啦，好心。啊，仲有阿財，你同我去釣魚台訂翻30圍，我哋請曬啲鄉親父老今晚要慶祝一下。因為我呢個仔，我以為已經冇咗，我以為佢死咗，但係而家竟然揾得翻。我哋真係要慶祝一下，呢個就係天父對住每一個翻屋企嘅仔女嘅心腸。呢個就係點解我哋會慶祝聖誕。你唔中意釣魚台，你換麒麟都得嘅，換新瑞華都可以，同一級就得噶。過去教會講呢個故事嘅時候咧。我哋喜歡將福音嘅重點擺咗喺件新衫度啦，喺隻戒指度啦，喺個30圍度啦。我哋中意話俾人聽，嚟啦，天父祝福你，呢度豐衣足食，乜嘢都有。嚟啦，信耶穌，身體都好啲嘅，感冒都少幾場嘅。嚟啦，求神幫助你逢凶化吉。我哋將個重點擺咗喺件衫度，隻戒指度，喺嗰餐飯度。Eat, play, shop. 咁同呢個世界有咩分別咧？哎，好唔同。咁我哋教會嚟噶嘛，我哋高尚啲。唔通呢個就係我哋嘅福音 ？No， 人嘅需要係唔會俾呢啲嘢滿足到噶。教會之所以能夠俾到世界一個盼望。不是因為信了耶穌人就會得到這一切，教會之所以給到這個世界盼望，是因為在福音的故事裡面，件衫是代表一樣東西，隻戒指是代表一樣東西，那餐飯是代表著一樣東西。我再講一次那段經文給你聽，整個故事的轉捩點，路加福音第15章第20節，兒子起來回家，往父親那裡去。他還在遠處的時候，他父親看見了他，就動了慈心，跑過去抱著他，連連與他親吻。 His father saw him and felt compassion and ran and embraced him and kissed him。由呢個系列一開始，第一個信息一路到而家，我哋好似翻返去同一點。
我哋去問，如果呢個世界真係有個神嘅話，呢個神係一個點樣嘅神呢 ？His father， 佢嘅爸爸看見佢就動了慈心，跑過去抱住佢，同佢親吻。唔係任何一個仔，係呢一個五逆仔。唔係因為呢個仔已經還清曬一切。Not even 佢講過一聲對唔住，佢係衰到加零，一衰到冇人有噶啦。不過件衫、隻戒指、嗰餐飯係象徵住一個事實，就係呢個仔今日翻咗屋企，佢再一次係一個屋企人，所以佢有衫著咯，所以佢有戒指戴咯，所以佢有飯食咯。唔係件衫有幾靚啊！不是對戒指有多名貴、啊、不是餐飯有多豐富，而是這個爸爸攬著這個五逆仔，摸著他的頭跟他說 I want you just as you are。 終於我們可以休息，我們的心可以靜止，我哋睇完呢个世界，乜嘢都睇过。我哋翻屋企，安躺于呢一个创造我哋又深爱住我哋嘅神嘅肩头上边。原来天父系我哋真正嘅救。让我哋低头，我哋同心祈祷。天父啊，你的爱是从亘古到永远，你的爱是无条件，你今日仍够深爱着我们。天父啊，我就求你的爱今早就倾倒在这里，每一个进入来这个会场的人，无论他们心里面入来的时候带着多大的困难，带着多少的包袱，带着多少的怀疑，父啊，我就求你今朝你嗰个大爱藉住圣灵进入在座当中每一个今日翻到嚟去迎接你嘅仔女嘅心里边，让我哋有一刻得着一个真正嘅平安，一份真正嘅喜乐。阿门。神同在黑暗变得光亮，神同在寒冰遇上太阳，救主基督降在世上，宣告更新似盼望，以恩典祝福送赠平安。神同在苦痛中得安慰，神同在呼召俾大家，我想先问在座当中嘅基督徒，
如果你有一段时间，你曾经过去你信过耶稣，但你已经好多年没再回教会，但是今日你听到这个邀请的时候，你真的很想说我想回家，我真的很想穿回一件衣服，戴回一只戒指，跟天父爸爸吃一餐饭。如果你今早上圣灵感动你，你有一个这样的邀请的时候，我想邀请你举一举手，我为你祈祷，我给个祝福你。在座当中有没有这样的基督徒，你很想今早上回家，我为你祷告，我给个祝福你。天父，我为在座当中这些举紧手的弟兄姊妹来祷告。上帝，我愿你的福气临到他们。上帝，你这一刻你的 embrace， 你的拥抱就是围绕着他们。主要叫他们再一次感受到上帝你是爱，真不是那些在世界上追随着打开发现什么都没有，打开发现什么都没有，而是这一度就是上帝你的爱涌流的地方。主要我祝福他们。跟住咧，我又想好想俾一個嘅邀請俾在座當中咧，喺度尋索緊、喺度問緊嘅朋友。假如今朝早你有一個感動，就係係啦，呢個就係我認定我要跟隨、我要相信嘅上帝嘅話，我想請你舉一舉手，你 join 我哋啊！我又為你嚟到去祝福。我想問下在座當中有冇啲以前未信耶穌，但係今日你想做一個決定？的朋友，你举一举手，我又为你祈祷，我给一个祝福你。然之后咧，我不等噶啦，我继续去噶啦。然之后咧，我又想问在座当中有冇一啲都系冒紧道嘅朋友，你喺度寻索紧，你喺度问紧好多嘅问题。但系今朝早咧，你有一个感动就系，我唔再坐喺度问，我真系要做啲嘢。I want to find out the truth. 我嚟过如有神在，我听咗四堂。I really want to know the truth. 2013年，我决定我真系会翻嚟教会，我真系会打开本圣经睇一睇。我想问一下，我想揾下呢一个神到底系咪真？不如你举一举手，让我为你祷告，好唔好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在2013年你真的很想做一个决定，我会回来教会，我很想在这里找出个真相是什么。你举手，不是举给我看，你是举给上帝看，我为你祝福。好，我来祈祷。天父，我就为着这一班已经先是在这里认定了你是他们的上帝的朋友来到去祷告。上帝，我求你从今日起，你见到他们刚才举手，你知道他们的心想什么，你知道他们现在挣扎着什么，但他们现在回家。天父，我就求你的拥抱同样去到他们的身边，让他们走出这个 gym 的时候，他们心里面就有一份解释不到的喜乐，有一份解释不到的平安与他们同在。天父，我又为着那些刚才举手，他说2013年 I want to find out the truth。 天父，你说的，你说寻找的就会寻见，叩门的就会为他们开门。因此天父，我就求你不要 等足一年。天父，在接下来这个圣诞节，你就对这班人说话，上帝你自己的 presence 就与他们同在。上帝，我祝福他们在这个圣诞节，就在这个圣诞节，他们可以经历到你那份独有而给他们的开心，那份的喜乐是他这一世人从来都未经历过的。父啊，愿你的灵来，愿你的旨意成就。 Amen。 这段唱诗我邀请大家一起来唱，这段是一段我们敬拜我们的神的时间，就让我们用诗歌去敬拜、去赞美那个庆贺那个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就是今日。如果觉得很逼的时候不要紧，要 space to space 大家 OK。 Come on, all come, all ye faithful, hallelujah. Oh come, all ye faithful, joyful and triumphant, oh come
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黑暗要变成光亮。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就好像寒冰遇上太阳一样。救主耶稣基督降生世上，为你为我带来无限恩典、祝福和平安。神同在，黑暗变得光亮。神同在，寒冰遇上太阳。救主基督降在世上，宣告新生似盼望，以恩典祝福送赠平安。You are higher than ever.